托王子兰的福，吴永恩也出道了，接新代言，五人合照他稳坐 C 位。说起王子文和吴永恩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两人在恋爱综艺中认识，并且顺利牵手成为真情侣，而这次恋爱也为双方带去了热度，大家都很关注王子文和吴永恩的感情之路。王子文本就是明星，恋爱之后他的话题度也增长了不少，而吴永恩也由一个素人成为了众多网友关注的对象，甚至外出遇到他都要抢着合照。得知男友受欢迎后，王子文还开始带着男友出席高端活动。吴永恩身高颜值都不差，所以站在台上还是挺受关注的。本以为吴永恩只是跟着王子文出席活动，并不会单独参与圈内工作，没想到近日却有网友发现吴永恩居然接了新的代言，感觉也是托了王子文的福，不然他不会这么快进入到娱乐圈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代言中是五人合照，其他四人都有一定知名度，而吴永恩居然稳坐 C 位，可见品牌方还是挺看重他的。他并没有圈内的工作经验，首次接代言都能占 C 位，的确蛮厉害的，你们觉得呢？